顺口溜，上次99，下次刚会走。虽然这是个夸张的来说，但是我们节目上都会。好多了，因为我两个孩子，儿子从大学出来时间，也就是靠我自己给养活。一年像我现在的话呢，那个，大致上就能做3000多个。哪里是个需要定制，我们货都发在哪里了。